这么多的鸭肚子我找谁不好，偏偏找了个死肥头我神魂颠倒，好三胡塞把我卷了280遍，我的脑子让雨踢了中了个没听见，发图卖发图卖你不是个好东西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音乐小石榴。最近一首法图麦火了起来，歌曲颇有新疆的地域风味，还有那弹舌的唱法可谓是难倒了很多人，总感觉嘴里没有一辆拖拉机根本唱不出这种感觉。歌曲火爆后受到了大家的欢迎，同时很多网红也对这首歌曲进行了翻唱，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一听吧。你猜我吃了几斤羊肉才唱出这个味儿？这么多的丫头在我做谁不好，偏偏找了个死肥丫头神魂颠倒，胡三好塞把我卷了280遍，我的脑子让驴踢了撞了个没听见，发图门发图门你不是个好东西。你会弹舌吗琪琪？会啊。你呢？OK， 好，你输了。他弹得更好。这么多的丫头子我找谁不好，偏偏找了个死肥头我神魂颠倒，好三胡塞把我卷了280遍，我的脑子让驴踢了撞了个没听见，发图麦发图麦不是个好东西。我吃了30多年的羊肉才唱出这个味儿。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。哎，今天你就见到了。这么多的丫头子我做谁不好，偏偏做了个死肥头我神魂颠倒，二三五塞把我全力二倍80遍，我的脑子让驴踢里撞了个没听见，发图门发图门你不是个好东西，阿哥让人笑话请了没出现，发图门发图门你不是个好东西，阿哥让人笑话请了没出现，李四把火赞哈的开饭馆的钱，让这个丫头把我红的卖家的金项链，把他把我一通勾肩一通贴现，打的我在牛圈里头冻了一天，发图门发图门你不是个好东西，阿哥让人笑话成了没出现，发图门发图门你不是个好东西，阿哥让人笑话成了没出现。不是个好东西。我们昨天弹舌输给赛赛了，今天能不能争口气唱出烤羊串的味道？你嘴里装个拖拉机吗？这把我赢。这么多的丫头子我找谁不好，偏偏找了个死肥头我神魂颠倒，好三胡塞把我卷了280遍，我的脑子让驴踢了撞了个没听见，发图鲁麦发图鲁麦不是个好东西。你们都听吐了吧，我要唱吐了，我跟你说我这半个月唱了得有200-300遍了吧。人的大丫头子我早睡不好，偏偏找了个死肥丫头神魂颠倒，好三好塞把我卷了280遍，我脑子上驴踢了撞了个没听见，发图麦发图麦你不是好东西，阿哥让人笑话成了没出息。我们今天的歌曲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的朋友记得关注小石榴，每期我会为大家分享好听。